这什么意思呀？先锋宝宝死变了个感知卡片，那咱们直接换小孩出来吸收三害。就换小孩了，两边都换小孩。有点看行啊，对面先请小孩吧，有点看行啊。现在都玩斯托尼，没有玩法器了哥。我看我带了此时没有，有带刺，先给小孩打破碎吧，先把小孩给破空。两个单位飞机的话也不划算，先让他出宝宝。先破小孩，三个单位就可以飞了。天宫，这宝宝就按繁育啊，兄弟。我跟你说，产赛面没有感知的单位，你打不了这个游戏，真的。好吧，产赛面没有感知的宝宝，我直接出引宫了，兄弟，对不起你了。好吧，你壁垒击破也没有。鬼眼小孩也没有，直接出引宫了，兄弟。隐身几回合？隐身五回合，兄弟，他没有感知宝宝，我隐身五回合，对面怎么办啊？再飞，这个可能是有感知的，应该是个引弓啊，看这个样子像个引弓啊。感知卡片我知道啊，因为他有的时候感知卡片他一电不一定能电得死来，你懂吧？他一电他不一定能电得死。给压力，它变的是感知卡片，因为它有的时候法系那个法术波动，它一电不一定能电得死，你懂吧？但是估计也差不多。OK， 神了，神了，对面就很难受了。两回合，直接请他吃一把象形，给宝宝打魔晶激发，先把他后面吸收的宝宝给干掉。哦，前面是个引弓。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宝宝呢，请你来一手瞬息，宝宝贴一下应该死不了，先把后面这个宝宝清掉。他这个宝宝没有感知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宝这么多血啊，
还不死啊？不是都是高鬼魂的吧，兄弟？这个应该是力劈啊，对嘞。飞起来，你看他一电不一定能电得死。搞鬼魂，都他妈搞鬼魂啊！宝宝快起来了，高驱鬼，我先飞一波，再换高驱鬼。先，我得先搞个法术繁育的宝宝来砍个电，先得把电给砍一下。我不知道对面锦衣叫什么样，稳得住这一把。他这种传统法系很难清法术繁育的，你懂吧？我飞两把的话，再换那个须弥，把这个宝宝直接虚下去就可以了。药还多，这么多药呢。对吧？药还多，不急。能出几个宝宝？还能出三个宝宝，这一把先不出。这一把先不出。这种宝宝应该有高级招架，去破一下高级招架。都是搞鬼魂的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换了。飞碾波差不多，高驱鬼我觉得差不多了。
还行吧，兄弟们。啊，有点东西吧。